因为实在太穷，不像其他同事住在公司周围，所以只能依靠我的小摩托通勤。其实通勤距离还算可以，单程大概28公里。因为路上经常堵车，还有好几十个红绿灯，一路遵守交通规则，需要差不多1个小时能到公司，反正也开不快。就这么不快不慢，去当一个快乐的民工。起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